七夕将至，没有几套姐妹装怎么能行？参考女明星范冰冰与好友张钧甯的姐妹出游装，默契指数绝不输给情侣。日前，范冰冰晒出与张钧甯一起看展的照片，二人揽肩贴脸亲密同框。画面中的范冰冰身穿黑色的连衣裙，脚踩着白色的运动鞋，一身造型也特别的宽松舒适，而她也将墨镜特意别在了胸口的衣领上，特别的时尚潮流。张钧甯则是白色的 T 恤外搭中长款的衬衣，再一条修身的牛仔裤，将她窈窕的身材也完美的展示出来。他们还拍摄了一组唯美的艺术黑白写真照，范冰冰和张钧甯时而头碰头，似乎暗示着两人的感情会持续到白头，时而有勾肩搭背，特别的亲密。而在该画展中还有弟弟范丞丞的画像，范冰冰也站在前方合影留念，这姐弟两人以这样的方式再度同框，十分有爱。喜欢就订阅呗。